你一个人收五个人奖就好了，就是先前面做少一点，一个人比较高一点的，前面一个人摆个五六盘哈，要么你收五六盘的，他慢慢打，直接上就好了，就是上就好，就是不要人了，你收就好就可以了，就是上料下料嘛，对啊，打就不用打了，就不用人了，慢慢打印，到了位置，这里行动。